一下大小。你要怎么游？啊，咪咪要自己换气哦。那我们这样子。好了，开始了。开始了。预备，开始。知道是什么？美人鱼被撞到船了。是哦。还是我们两个先有啦。对啊，不然咪咪你很难处理呢。还是我们牵着手游。好，拜拜。因为我们自己也站不好啊。我现在已经练就一身。